La oficina.公司有冇派人嚟叫你去开会啊？冇啊。佢哋话要开批判大会啊！我听啲村民讲，而家广州都好乱，所以我决定咗游水落香港。当时时好多人都离乡别井，抛妻弃子去到香港揾食，而我家豪系一个彻头彻尾不能改造嘅顽固派，留响乡下。一定会被人批斗，所以我都赞成他在香港发展。当时香港是英国人统治的，还要讲下番话咁嘅。